揭露画好菊花的三个秘诀。第一，所有花瓣最终都要归于一点，无论花瓣什么姿态，最终都要集中在一个花心上，即便有被遮挡的花瓣，方向也要对准一个点。第二，花瓣之间要有遮挡意识，有前后层次关系，用笔要有顿挫。第三，个别花瓣要有翻瓣，丰富花瓣姿态，一般长而大的花瓣会有翻瓣现象。接下来看是怎么运用的。第一，先画小花瓣，此时要有一个花心的意识。第二，花瓣之间要随时有遮挡关系，花瓣越多遮挡关系越多。第三，越往外围花瓣越大，开始出现翻瓣现象。浓墨点花心，画惊艳，染色要放松，不要过于均匀。点赞吧。